走健康之路，做健康达人。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的健康之路节目，我是季玉华。常言道呢，开门七件事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见我们生活当中呢是离不开这七样东西的。所以呢，越是离不开，咱们就越要了解它。那您平时对于使用这七样东西的方法正确吗？在这个调味品系列当中呢，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了。好，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啊，这位呢是青年歌手王湘洲，欢迎。那么旁边的这位帅哥呢，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主持人歌手徐瑞，欢迎您。你好，大家好，我是徐瑞。嗯，好，那在我们演示区这边呢，还有非常年轻帅气的何佳博士。何佳。啊，那我们现场最缺少不了的就是100位参与调查的现场观众，欢迎大家。今天我们请到的跟我们共同聊这个话题的重量级的专家是谁呢？哎，往这边看，是来自于中国农业大学的范志宏教授，欢迎范老师。大家好，大家好。好，节目一开始，我给大家带来一样好东西啊。哎呦，来看，这是一盘土豆丝儿。没有菜的时候，一碗米饭就这一盘土豆丝儿也特别香。但是啊，我要考验大家一个问题了啊！您说要是炒这一大盘土豆丝儿的话，您得用多少盐？我邀请湘洲还有徐瑞上台来，再邀请一位观众上来啊！哪位观众愿意上来跟我们两位嘉宾一块儿来参与这个游戏？好，有请这位观众。比如说，这是一家两口人今天晚上的一顿量啊，然后你觉得多少盐合适呢？你用那小勺量一下，然后放到你手边的这个彩纸上，好吗？来，你可以开始了。嗯，湘洲，差不多是一勺。嗯，徐瑞，你先，还挺有绅士风度的。不，他是在参考大家。1/3勺。嗯，徐瑞呢？你们这肯定炒出来都没法吃，因为土豆啊特别吸盐。嗯，你用多少？你就是平时的量吧。你这带尖儿的是吗？啊，差不多是。对。还没完，这第一下。因为我平时是这么匀着撒的，差不多这么多。两平时的盐。口重啊。那三位是选好了自己炒这盘土豆丝儿的用盐量，但是三位的这个用盐量到底是不是合适的呢？我待会儿要把你们的这个称好的盐啊拿到何佳博士那边，让他来称一称到底这个盐的分量是否合适。好，谢谢三位，谢谢。来，咱们一起去吧。这个是51号观众的，然后这是湘洲的，这是湘洲的，这就是徐瑞的。好，好，你来称称看，到底他们用盐量是否合适？嗯，好的，保证完成任务。谢谢，慢走哈，不送了。好，好的，现在他们三位的这个用的盐啊，已经放在这里了。我们这盘土豆丝呢，大约是这个8-9两重，我们看一看他们要用多少盐。先来看看徐瑞的这个。好，那么这个徐瑞的这一份呢，他用了大约是正好5克，我这个小砝码正好是5克的。好，看一看湘洲的，湘洲的好像这个用的少一些哈，明显看到就比5克低。啊，那么它大约是3.5克啊，用了3.5克。好，再来看一看51号观众，哎呦，真是袖珍啊。大约是1.2克，哎，我们大家来算一算哈。那么刚才呢，就是徐瑞用了大约5克左右。那么一天我们不可能只吃一盘土豆丝吧？怎么着您得也要吃一个这个一荤一素，中午一荤一素，晚上一荤一素。那么他一天可能这个盐的用量就要达到20克左右，啊，如果是20克，那真的徐瑞，你真的还是。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知识点，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些调查数据就显示，现在我们国家真的是在北方，很多人这个平均数值就会有超过20克，而这个数值是远远的大于了我们世界卫生组织还有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荿的这个值，那么也就是5到6克之间，所以你这个食盐是远远的超出了我们健康的需求，而且会对健康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那么会有什么样的不利影响呢？
听我们的专家告诉您。那我们要问问范老师哈，您看刚才三位用的量是不一样的，对，但是何博士跟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就如果盐的用量超标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生活因为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真的是干大活出大汗的人，他吃盐少了是会没力气的。嗯，关键我们现在没那么大的出汗的量，所以说哪怕你觉得菜不咸或者不比以前更咸，你吃到的量也会很大，然后你排出量又很小，那么你肾脏是不是就很辛苦啊？它要一个劲儿的往外去排这个盐，这样就会大大的增加你肾脏的负担，所以对我们的身体是不利的。然后呢，我们女士呢也特别关心，就是盐吃多了会让你的经前期综合症的这个表现会更加的严重，因为很多女士都知道自己在来例假前那两天一天或者当时头一天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这脸也是有点浮肿，头有点疼，肚子有点发胀，就很多方面感觉到不舒服，脾气也不好等等。那么这些症状呢，在你吃盐过多的时候都会变得更严重，尤其你这个水肿的现象会严重，对咱们的美丽呢是有非常大的妨碍。对皮肤也是一样，就是你想让皮肤水嫩的话，你应该适当控制一下吃盐的量。同时呢，还有一些担心自己骨质疏松的人，也要注意控一下盐，因为盐太多了以后呢，会把身体里的钙更多的从尿里面跑掉，所以说有人讲少吃盐等于多补钙。对，所以你看在第一个这个环节当中哈，我们了解了每天盐的摄入量最好控制在5克，我估计可能我们大部分人都已经超标了。说完这个量的问题之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时候放盐的问题，可能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但是我们要考验大家对于科学的认识。来看第一个问题。好，您说啊，在这个炒菜的时候什么时候放盐可以减少盐的摄入？三个答案。第一个是入锅的时候立即放，第二个呢是炒到半熟的时候再放，第三个呢是出锅的时候再放。好，我们每个人面前呢都有选择器，您可以把您认为正确的一个答案呢通过字母选择发送出来，待会儿我们会在大屏幕上看到各位的选择结果。来，江州，你觉得你哪个认为是最科学的？我的习惯是炒到半熟的时候放，但是我在考虑它为什么出了一个 C 是出锅时放，但是我觉得出锅时放那个盐可能进不到菜里边，我还是坚持选 B。那肯定不能是出锅时放啊！你说你出锅时放，那你放盐就没有盐就全部放在那个菜盘里了，对不对？我是入锅的时候放，因为这样的话会炒得比较匀，并且呢，这个是不是这油温一高，它盐能挥发一些呀、啊？所以我觉得入锅立即放会比较好。那咱们来看看我们现场的这些朋友们都是怎么样进行选择的。来看一下调查结果是，哎，选择入锅立即放的是36位，炒到半熟时候放和香粥一样的是44位，大半部分。然后出锅的时候放呢，只有20位。来，咱们看一看，正确结果是 C。出锅的时候放盐，也就是说，第一道题，现场有80位观众对这个知识的认知呢是有误区的，那你们面前的灯将要被灭掉了。那为什么会选择 C 呢？是因为我们的人呢有4种基本味儿，盐是其中一种。什么叫基本味儿呢？就是这个味道它是由一个物质构成的，然后这个东西呢跟我们舌头上的味蕾的那个受体发生作用，它俩碰上了，正好卡住了，然后产生一个神经冲动到大脑，然后你就感觉到咸味了。也就是说我们舌头接触的那个地方有味儿就 OK 了，舌头接触不到的地方你管它有味儿没味儿呢。然后你把这个食物放到嘴里的，如果说你加盐比较晚的话，它只有表面一层有咸味儿，中间其实是没有的。那么一入嘴的时候你舌头感觉到是有咸味儿的，然后你嚼着嚼着到后面它就不怎么感觉了，然后你咽进去到胃里，胃里有舌头吗？胃里还有小舌头说哎呦不咸不咸，它没有一个舌头，对不对？所以说你把它糊弄到下面去就 OK 了。如果说你先加的话，
里外全进去了，一样多的浓度。那么同样放一勺盐，他觉得咸度合适。如果说要是最后你再加盐，同样放一勺盐，当时你接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太咸。当然放一段时间以后，它会越来越所谓的入味儿，就都渗到里面去了。这样达到舌头表面同样咸味儿，就需要更多的盐。这是一方面，我们从控盐的角度来讲，是起锅的时候放盐，就是到火已经关了，或者说将要关的时候，把盐放去，这么一翻，哎，把它翻匀了，然后就出到盘里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早放，而且它可以保持营养素。哎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研究证明，就是你早加盐，这个时候你想一想，盐接触到比如说蔬菜，会怎么样？盐接到蔬菜是不是会出水啊？对，所以蔬菜很早就会塌下来，它的口感会不好。哦。然后呢，它出了水以后，这个水是不是带着里边的维生素一起就出来了？哦。这个维生素它原来在那个细胞里边，在这个蔬菜的块里边的时候，它受的热并不是高热，因为这个菜锅呢，它是先接触到这外面，然后热往里传。其实菜心中间的那个地方，就是菜块中间的地方，并没有受到高热，所以说维生素破坏少。你现在把水淹出来，它直接就跟锅接触了，所以它受热会更多，因此维生素的损失会更大。这个也是研究所证明的。所以无论为了口感，还是为了营养，还是为了我们控盐，都应该晚点加盐。有一个制作工艺叫腌制嘛，对不 对？我们在做很多肉的时候，我们要先放点盐把它腌，这样的话才入味儿，才好吃。所谓叫腌制的食品，这些食品都是不利于控盐的。然后我们在平常做菜的时候呢，别说是肉类了，就连那些蔬菜也是很多人都是要腌的，腌它两个小时，至少一个小时，等到盐都进去了，然后再把水挤一下，然后再拿来拌着吃，这样既损失营养又吃进去更多的盐，虽然是入味儿，但是很不健康。好，明白了。所以呢，你要说要少放盐的话，咱们可能很多人就想折了，咱们能不能用其他的调味品来代替盐，也来能够起到增加咸味的作用呢？所以我们先来看看三张图片啊。在厨房当中啊，有这么三样东西，味精特别熟悉，还有这个醋，好腊八蒜的醋，蒜醋汁啊，第三个呢是白糖。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又出来了，看一下题面。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三样东西啊，你说炒菜的时候如果要是想少放盐的话，刚才那三个调味品哪个可以来帮助提味呢？来，我们看一下备选答案，是味精还是蒜醋汁还是糖呢？面前依然亮灯的朋友呢，可以通过你们手中的按键选择你们对于这道题的认识。我想听听两位对于这道题的认识，先从香周开始说好不好？那我选 B 吧，虽然我没有这样用过，因为我觉得味精它不是提咸味的。中国有一句说法叫什么，要想甜加点盐，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让这个甜味变得更甜的话呢，我们就吃点，就加点盐，就对比着就出来了。那同样，那如果要想咸，我们就加点甜，它会一样的嘛，是不是？所以对，就是选糖，反正推理哈。对对对，就我觉得每次听完徐瑞那个解释之后，你都会觉得有一些些的道理。但是科学正确的这个科学知识应该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观众对于这道题的认识啊。来看一下调查结果，二十个人当中选择味精的是7位，选择醋蒜汁的是6位，选择糖的是7位，看来是势均力敌。那么到底科学正确的常识认知应该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B， 醋蒜汁。好。那在这一轮当中呢，14位观众朋友选择的是错误的，也就是大家对这个认识上呢是有误区的，您面前的灯呢就要被灭掉了。我们现场现在只有6位啊，面前的灯依然是亮着的。为什么醋蒜汁是可以帮助菜来提味的呢？其实我们说的是提味儿，不是说增加咸味儿。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盐放的少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少滋没味儿，我们就得想办法用其他的调味品把它的味道往上提。比如说你放花椒也行，你放辣椒也行，你放胡椒粉也行，你放孜然什么都行，都起到这种作用。那么这个醋呢，它有一个使滋味儿更鲜明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它虽然不是咸味儿，嗯，但是一旦有酸味儿的时候，你就觉得味觉为之一振，哦，你就不觉得好像盐放的太少，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如果我们用一些醋来提一下，再加上蒜以及它所代表的各种香辛料，像葱啊、姜末啊，以及其他的这些花椒大料，什么都行。那么往上提一下，你就感觉到少放盐的菜其实也可以，味道蛮有印象的，就不至于太寡淡。但是它我们要提出来的是一个理念，就是你用一些能使味道生动或者更有印象的这样的一些配料或者一些调味品，来加强你这些少盐的菜，使它比较容易吃下去。因为您当然您没病啊，您很健康啊，你多点就多点没关系。那万一有一些人真的是因为各种疾病，他就是不能多吃盐，但也不能让他生活得太痛苦啊，我们饮食也是要有乐趣的呀，所以给他们出这样一些主意。那糖怎么不行呢？哎，其实您刚才说的糖那套理论我听了特别感动，因为我觉得一个男人对味道研究的这么深入，他应该是一个很细腻很能体验生活的人。糖跟盐之间有非常奇妙的相互作用，在大量糖的情况下，就是甜味已经很明显了，你再加一点盐进去，能使这个甜更生动更强烈。所以咱们吃菠萝的时候拿盐水泡一下，你就会感到更甜，就好像咱们吃蜜饯的时候，蜜饯里有一点咸味儿是吧，但是你就觉得这个甜就不齁得慌，就特别好吃，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反过来如果盐放多了，我们放糖会怎么样？假如盐已经很多再放糖，盐味儿就会减少，真的就是这样，不信你回去试一试。那么这个原理就是说，糖能减少咸味儿的原理广泛的用于食品加工。比如说咱们看到那个广式香肠，是不是又咸又甜，对吧？还有咱们吃的叉烧肉也是又咸又甜，咱们吃的很多的一些熟肉制品都利用这个原理，它就等于说咸味儿非常高。为什么咸味儿高？因为它用盐来防腐，但是防腐完了它又怕你吃不下去，它给你搁点糖，然后你吃着觉得特别舒服，防腐目标也达到了，完了呢你还不埋怨它。对，所以你看嘛，我每次作为一个外行听徐瑞讲话，都觉得说的特热闹特在理儿，但在内行人面前你看就咱就露怯了。对，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当我们想减盐的时候万万不可以加糖，而那些又有甜味又有咸味的食品通常盐都过量，一定要高度小心。所以我们现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知道了，下回如果要想让这个菜提鲜味的话，可以加一点蒜醋汁。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不光是健康人呢要控制盐的摄入量，尤其是三高的病人，特别是高血压的病人呢，就更应该控制盐的摄入量了。所以大家来跟我看一看啊，大家看到这个桌子上有非常多的盐啊，但是每个盐上面写的内容又不一样。你看这个呢就叫做有机无碘盐，咱们再来看看啊，还有一种呢叫做海藻碘盐啊，再来看另外一个啊，这个呢又叫做绿色碘盐，这个还有叫什么加碘的低钠盐，看来那个盐的品种啊非常的多。但是我想问大家的问题是哈，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题目，您觉得高血压的病人适合吃哪种盐呢？三个备选答案，第一个是无碘盐，第二个呢是低钠盐，第三个是加锌盐。好，现场呢依然有六位观众哈，面前依然亮着灯，可以通过你们手中的按键来表达你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发现香舟哈已经不由自主的看向徐瑞，就是有一种精神上的依赖哈。刚才老师讲过，说这个高血压病人啊就要少吃盐，盐是什么呀？盐是氯化钠，对不对？就氯化钠，它如果低点钠呢，是不是它这个盐的作用就能小点呢？这是我第一反应啊。但是我还在想，那高血压的病因有没有可能是身体当中缺乏某种物质，比如说锌，比如说碘，所以你这都有可能啊。这是徐博士分析的，对，是吧？就是你无碘盐，你本来你就缺碘，你导致了这个高血压了，是吧？你再不补点碘，你不就高血压就严重了吗？那你锌，你本来就缺锌，是吧？你高血压你就缺锌，你这说谁呢？你缺了锌，你说你不补点你不就高血压了吗？
香粥呢，你的看法跟徐瑞是一样的吗？还是有自己的见地？我想徐老师，您到底最后选的是哪个？哎呦天，你先选吧，我听听你。你把自己给说绕进去了，说晕了已经。香粥呢？嘉兴，我觉得因为我这个我没买过，但是兴通常是我感觉是没有食欲，什么就是这补点心提振食欲的、我知道兴对男人特别重要。对。我选 B。你选的是 B。B 钠盐。对。那么咱们来看看，还剩下六盏灯。大家对于这道题的认识怎么样？来看一下调查结果，是选择无碘盐的是一位，选择低钠盐的是五位，选择嘉兴盐的一个都没有。好，那咱们来看看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高血压的病人适合吃哪种盐呢？第一个是无碘盐，第二个呢是低钠盐，第三个是嘉兴盐。那咱们来看看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低钠盐。哦，哎，那这个题当中啊，那我们就看出有五位是认知正确的，有一位是有认识误区的，那一位呢就要被灭灯了。所以我们要听听范老师啊，您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对于高血压的朋友们来说是适宜吃低钠盐的？这个真的应该成为我们14亿人的常识。那为什么呢？就是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要控钠，要少吃盐，盐就是氯化钠，少吃盐就是为了少吃钠。所以他如果放盐的时候能够每一勺盐都减掉一些钠，对他的控盐会非常的有帮助。而盐多了以后呢，对这些高血压患者来讲必然是不利于他控制血压的，是会往上升的。那么控盐非常的难，就是这个盐大家一勺子还舍不得少放，那我用低钠盐呢就会使这个件事情容易很多。因为你每一勺里边假如都有三分之一勺没有钠，是不是你觉得好像还是放这么多，你的习惯不用修改，但是你吃进去的盐少了，吃进去的钠少了，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就是口感依然是保留的，是吗范老师？关键是他用什么来换钠，他用的是钾，氯化钾来换氯化钠。那么有一些产品呢还放了一点点氯化镁，因为钾和镁它都是有利于降压的元素，减少血管的紧张度哈。所以说呢它等于说把这升压的因素往下压了，把这个降压的因素呢往上提了，这两方面都是有好处的。而且氯化钾它也多少有点咸味儿，所以虽然是减了盐，但是你不觉得说难吃的不得了。就是说范老师在口感上低钠盐和普通盐是基本差不多，但是它的钠离子反而是低的，盐的摄入量是少的。对，要低30%的钠离子，所以对于控盐非常重要。而且呢很多人都不知道说除了高血压病人谁还能吃低钠盐，都基本上没什么人买，所以很多小超市就不卖，因为我觉得没人买嘛。所以我就很纠结，因为我们家门口小超市没有买低钠盐的，我为了买这个盐我还得跑到远处大超市里面去。因为我已经吃了5年的低钠盐了，尽管说我自己没有高血压，我血压非常的正常，但是我妈妈曾经有过高血压呀。因为我家里有这个家族史，我就得注意，所以说我提前就吃这个低钠盐。绝大多数人吃低钠盐都没有坏处，所以你看啊，这个下回咱们再去超市选择盐的话，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那个低钠盐了。那盐和血压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何佳博士在演示区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实验，我们通过演示来给您说明这个道理。来何佳博士。好的小纪，那么这个观众朋友刚才听了这个范教授的解释啊，大家应该知道了，这个高血压的病人呢一定要限制食盐的摄入，最好选择低钠盐。那为什么这个钠的摄入增加了之后它会增加高血压的风险呢？那是因为当这个钠被我们人体吃进去之后呢，它会吸收到这个血管里面，而这个血管啊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密封完全封闭的这样一个管道，这个水分可以来回的运动，可以在它管壁穿过的。当这个血管里面的钠的含量升高之后，它会把这个血管外面的水分啊吸到这个血管里面来，血管里面的水的容量增加了，这个血压自然就上去了。可能大家做过菜就应该知道这样一件事啊，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蔬菜切好了之后，比如萝卜丝，给它放上盐之后呢，这个水分会大量的吸出来。大家看我这里这一盘萝卜丝呢，切好了之后没有放盐，看看是不是生龙活虎的。
而这一盘你看刚才我放了盐之后，现在这个水已经出来了这么多了，大家看看，这个盐已经把这个水分完全的吸收出来了。所以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这个盐分被我们吃到身体里面之后，我们身体的细胞也会像这个萝卜一样啊变蔫儿，所以我们会觉得非常的口渴。而这个水分哪里去了呢？全都吸到血管里面，成为了升高我们血压的因素。所以一定要记住，少吃钠，少吃盐。一个问题就是还有一种好像叫加碘盐，刚才那个问题里面还有一个加锌盐，就这些盐就是它的区别在哪儿？像这个加碘盐，这个是我们国家1996年推出的，因为我们国家在那个时候就是缺乏碘的人口是非常多的。什么人缺碘呢？就是既远离海洋，就是说在内陆山区啊这些地方住，然后又吃不到海产品，海鲜什么的吃不上，甚至呢连这个鱼啊肉啊他也吃不上，这样的人他就容易得这个大脖子病，就是地方性甲状腺肿。如果说要是怀孕的妈妈要是缺碘的话，生下来孩子就是痴呆傻，叫克汀病。可是你说给这些人全都吃海鲜，这成本也未免太高了一点，也不方便是吧？所以后来就采取最简单的措施，在盐里面加一点碘，这样大家你再穷的人你总归是要吃盐的嘛，很容易就把这个碘给它补上了。自从推广了这个碘盐，我们国家每年出生的这种因为缺碘造成的傻子是大量的下降，就避免了给社会造成负担，给家庭造成负担。那就加锌盐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像我们男孩子都通常都觉得锌比较重要，因为男士跟女士相比，男人的锌需求量比女士要明显增加，女士的铁需求量比男士明显增加，所以故而说女人要补血就是得补点铁，男人要补锌。但是男人缺锌的情况并不常见，因为肉里有，鱼里有，海鲜里边有，坚果里边有。哎，那我们刚才也提到，除了像盐啊、酱油啊，我们知道的这样的物品当中含有钠离子之外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您还知道有哪些食物当中也含有盐呢？含盐的量又是比较高的呢？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来，请看啊，以下哪种食物含盐量是最高的？那第一个选择呢是冰棍儿，第二个选择是馒头，第三个选择是纯果汁。嗯，面前呢依然有五盏灯亮着哈，这五位观众可以通过你们手中的按键来表达你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大家看了这个题面之后都一头雾水，说啊，难道这些食物里面是含盐的吗？啊，我们先听听香洲对这个题的认识。我觉得那个馒头应该含盐吧，吃起来有的时候馒头有一点甜甜的咸咸的味道。那你觉得馒头里边含盐是最高的哈？徐瑞现在又进入了沉思的状态。你冰棍你得取决于到底是那种奶油冰棍还是那种甜水冰棍。有不一样吗？对，奶油的话估计我觉得就多，果肉的营养一般比种子的营养要丰富一些，估计它的钠的含量要高一些，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果汁儿。果汁，嗯，说实话哈，可能很多人看了这三个答案之后，都万万没想到说，原来这三种食物里面都是含有盐的，而且我们还要问大家说哪个含盐量是最高的。我们面前依然剩着五盏灯的观众，对于这道题的认识是怎么样的？来看一下调查结果。好，选择冰棍的是两位，选择馒头的是一位，选择纯果汁的是两位。好。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冰棍儿。哎呀，哎呀，这个好，那只能是两盏灯依然亮着，其他三盏灯就要被灭掉了。我们先灭灯。好，亮灯的是64号观众和88号观众。好，我感觉冰棍里边可能含的氯化钠比较多一点嘛。为什么呢？因为馒头里面它是吃的时间长一点，是甜的，含有的是麦芽糖。哎呦，而果汁里面应该应该我感觉果汁含维生素多一点，含氯化钠应该是比较不太多的。来，32号有不同的看法吗？冰棍儿也有，它里边含盐多的，因为它冰棍的制作过程中有一个盐水在起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盐水可以加速一个制冷，好像是这种，就是一个循环嘛，然后把这个冰棍凝结成这个固状的。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我旁边邻居家他就做冰棍儿。哦嗨，问到家门口去了。好，谢谢32号观众。我们这道题真的要好好请教一下范老师哈，是因为呢，我们现在说有盐的意思是说它含有钠，甚至可能加了一点点盐都有可能。冰棍儿里边会有很多添加剂，嗯，是这样。如果你冰棍儿里什么添加剂都不加，您就拿点清水，加点糖，您试试，搁冰箱里能变成冰棍儿了？只能变成冰坨、冰块儿、大冰块。冰棍儿它是要有香味儿的，它要有一个很柔和的口感，它不能是大冰块一咬嘎吱嘎吱响，对不对？它要达到这些目标，它要加很多的添加剂，比如说加乳化剂啊，加甜味剂啊，还要加这个增稠剂啊，它要加好多好多东西。而大部分的食品添加剂都是以钠盐形式加进去的。同时呢，其实学海哥前面说了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甜味儿的食品里加一点点咸味儿进去，它那个甜味儿会特别好吃，特别生动。哦，在这儿等着呢。哎，做冷饮的时候也会利用这个原理。哦，所以有时候做一些甜味的食品，不管是加做一些饮料，还是冷饮，还是一些甜点什么的，它都会少量加一点点盐。哦，啊，这样呢就会感觉到它的口感就不是那么傻甜傻甜的。但是我们在吃的时候是丝毫感觉不到说有盐的甜味的，你感觉不到，因为它放的挺少的。咱们给的这三种原料哈，就是冰棍儿也好，果汁儿也好，馒头也好，哪一样你吃得出咸味来？都没有。咱们来看看屏幕上会显示哪些食物是我们意想不到的，里边也是富含钠的。范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加工食品总体而言比天然食品含钠高。天然食品里边含钠多的是什么呢？我告诉各位一个规律，动物性食品含钠比植物性食品平均水平要高很多。所以就吃肉的那些老虎狮子，他们不吃盐没关系，它钠从来都是够用的。就是如果我们要是吃的挺荤挺爱吃肉的，就是无肉不欢的动物，您就不必再吃那么咸的了，否则对身体损害很大。但是如果您吃素呢，您就可以吃点盐。那么我们做加工食品的时候，比如说像这种苏打饼干，哦，那盐量相当的可观，它既加咸味的那个盐进去，又加小苏打进去，起到这个蓬松的作用，所以它等于是加了两份盐进去。哦，哎呦，还有就是这些各种的点心啊，面点，它是加糖的同时都是要加一点盐的。尤其是各种面包，面包不加1%的盐基本上做不出来，所以都是要加盐的。所以我们吃面包不要以为只是甜的，你同时都吃盐。其实人为什么会喜欢吃这个咸味儿？因为加了点咸盐之后，我们发现那个食物特别的鲜美，尤其是小孩儿，你一旦给小孩儿吃到这个甜味儿之后啊，你以后再给他吃那个淡的东西，他恐怕就不太爱吃了。对，所以下面一个问题啊，就要考验大家对这个知识的认知了。哎，您说呀，这个小孩啊多大的时候才可以吃盐呢？三个备选答案，一个是7个月，还有是1岁，还有一个是2岁。看来我们现场的灯只剩下两盏了，而且两位还都是年轻人，我也不知道两位是不是已经做爸爸了。你给他们俩出出主意，这个时候啊也就剩两位，看能不能够成为我们今天的健康达人了，帮他们选选。这个题我真会。哎，因为我姐姐刚生完孩子，她在7个月以前都是母乳喂养，然后7-8个月左右才添加辅食，她的辅食都是一些就是米糊啊那些东西，基本上是没有盐的。1岁以前她吃的都是很稀的粥啊，这些也是不放盐的。然后在2岁以后吧，然后就是开始跟大人吃一样的米饭，就是放的那个盐会就差不多的，也会因为考虑到是小孩会少放一点，但是会让他吃盐。所以你的答案应该是 C， 2岁以后。对，好。徐瑞，这个时候看看你的生活经验如何。我这个思维方式跟香粥是一样的，就是小朋友在吃妈妈的奶的时候就应该不用吃盐，因为那个我相信奶的营养是很丰富的，钠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但一旦不吃奶了就得补，因为这个钠也是人体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先看看调查结果。来，好，两位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1岁。那么我们来看看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小孩啊多大的时候才可以吃盐呢？一个是7个月，还有是1岁，还有一个是2岁。那么我们来看看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哎呦，真棒！10岁、10岁是一个孩子来吃盐的时候，那看来我们现场64号和88号两位观众呢，面前的灯依然是被亮着的啊！恭喜你们两位，挺不容易的啊！5道题过后，两位男士面前的灯依然亮着。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范老师啊，为什么是1岁的时候小孩子才可以吃盐呢？婴儿呢，他小的时候肾脏功能没有发育成熟，如果你给的盐超过身体需要的话，结果就是增加肾脏负担，其实对他是一个非常大的身体损害，而且是一辈子的损害。所以呢，这个孩子只能喝母乳，或者是经过改造逼近母乳的那个婴儿奶粉，不能给他喝牛奶，因为牛奶里的钠也高，是钙也高，什么都高，受不了的。然后随着他的成长，他就慢慢可以吃带一点点钠的东西，但是即便他加辅食也不能往里放盐，因为我们会给他加蛋黄，里边有盐是吧，我们给他加这个肉泥呀、什么干泥呀、什么这些东西都是有盐，给他喝奶也是有盐，所以说他在1岁之内几乎什么盐都不需要加的。然后呢，在1岁到3岁之间，他虽然可以接触一些有一点点盐加进去的食品，但是比成年人还要低很多，他的这个盐的量，就是钠的量哈，应该控制在成年人的1/4多一点这个状态。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看到依然走到最后的只有两位男士，64号观众和88号观众，所以我们要用掌声恭贺两位成为我们今天的健康达人。反过来说呢，现场有98位观众对这5道题的认知呢都是存在着误区的，可能电视机前的您对这些问题也同样没有抱一个科学的态度，那么希望我们今天的介绍呢能够让您正确科学的认识盐。好，走健康之路，做健康达人，这期节目到这里，下期再见，谢谢大家，谢谢。醋里有什么营养，它对人体会产生什么影响？醋是会导致钙流失的呀。这是一个很经典的错误认识，不仅不会让你缺钙，还有利于补钙。厨房里离不开醋，怎么使用有讲究。肉有一个特点，它在酸性条件下是容易变硬的。中国农业大学范志红教授做客健康之路，教您认识身边的调味品，醋，敬请收看。